怎么看自己、啊？我们应该这样说，我们是用官博看吗？啊，嗯，没想，因为我们想看，我们想看评论，我们想看评论。嗨嗨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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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见，对。Hello， 一直播好久不见。我们等一会儿吧，等粉丝先进来先。嗯，我们等他到几万，给自己一个目标。按照我直播的经验呢，我们直播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都有人错过，所以说有些人错过就错过没缘分。反正可以重看嘛。重看，但是他们想要跟我们在一起。嗯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先等一会儿。先等一会儿。哇，已经，哇。这个不一定，这个不一定，应该是，要不我们十的时候开始吧。现在是8:08，8:08，加油！好，再来，我们的，OK， 3:21，嗨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我，对啊，哎呀，今天又是我们四个人啊，对，嗯，然后呢，哎，今天衣服穿挺整齐，黑黑白白。对，哎，你看我这个是黑色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你的评论遮住我，哎，对啊，他比，哎，没事，应该可以关掉，没关系。嗯，然后呢，嗯，今天大家吃饭了吗？对，今天你们学了什么？其实我们今天学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嗯，就是如何直播。对，我们今天学了如何直播，嗯，然后还有一个老师来教我们怎么直播，跟我们说一开始要说什么话。我们先从肖俊来开始，我们来验收一下我们的。我第一个最简单，你们吃饭了吗？今天天气很好，你觉得呢？ Yes. 就是我，杨洋到你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学的要学以致用。哦，致用。我想一下，那个时候说了什么？啊，我们还学的就是我们要把他们带入我们现在的那种感情。对对 对, 对。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刚刚练习完非常饿的状态。饿的状态。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有同，你们有同感。还有，我学的那个是我们一开始开始啊。要有一个开始的节奏，不能一开始就直接进内容，对对不 对, 对？我们要从要先有一个 appetizer， 对对对，开始。所以我们先从前菜开始，前菜是谁呢？哎，对，你来做一个 start， 随便区别，对，开始啊，对。哦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卫生 V， 哎呀，真的很久不见了。对啊，很久不见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接下来就可以说我们在干什么，就刚刚干了什么。然后现在开始上菜。今天天气非常好。对，嗯，上菜完之后主菜。哎，你这个人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没有啊？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昨天也有跟大家见面嘛，但今天我们又想跟大家见面一次，对。然后这次主要就是想要用中文来跟大家聊天，对。嗯。然后大家应该也听说了，就是我们星期天的事情，那我就不多说，反正大家都知道了。对啊，我们就是一直非常的用心在练习，练到刚刚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就。练完之后就打算跟大家聊个天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还要再去就是 rehearsal run through， 对。对，其实啊，我们就是今天在开的直播、啊，就不只是想叫你们这样，就不只是说想说这个事情啊，就是我们都是真的是太久没见了，然后我们也想了一想，就是啊，应该我们也要开一次这个一直播跟大家见一下面，是不是？嗯、对、啊。因为说实话，我们真的有一段时间已经。没有见，没有一起，没有跟，对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跟你们见面了。我们都是个人，很少人一起。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啊，我们要经常见面才行。对，而且大家闷在家里面闷得太久，对，都傻掉。我们也傻掉，我们是在公司傻掉。对。对，然后呢，哎，刚刚是卡了一下，对，刚刚卡了一下。对啊，没有，就想问一下大家最近都在做什么、啊？对，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最近也就是很简单嘛，就是一直疯狂的练习。对，然后练完之后，其实也然后就回家，就这样。所以我想看一下大家在做什么嘛。哦，回答一下，写论文，在上课，在上课，在上网上网课，对、嗯。但其实很多，哎，那你们不对了哦。你们要好好听课哎、欸！这个时间是没有，每个学校不一样嘛。就网课的话比较不一定，就没有说准确的什么一个小时或者、啊、真的、啊。对，那其实网课也是很不容易，对，辛苦了，我们四个是没有上网课，
所以我们也不能理解你心情，但是我觉得一定是很累很辛苦，那就真的加油。嗯，网课其实我觉得在家上课应该更难吧，因为你想想看，突然又会有人冲进你房间，然后又就是爸妈又说，哎，来吃饭啊，干嘛干嘛。但是我小时候真的想象过，我不想去学校，我就想在家上课。哦，有想过，想过，你有想过吧？有想过，但是说很累。但是我觉得你在家上课的话，可能不很专心，没有学习环境。对啊，就比如好像在家跳舞，就是送姐妹的话，那肯定上不了。对，深有体会，是不是？对，突然弟弟冲进来，哇，一起玩了。然后，我很想看，如果我们其中有一个人上网课的话，上不了，在我们房间，在我们宿舍上不了。不行，我们宿舍上不了。哎，谁点饭了？快点来拿！哎，开游戏了，开游戏了。看一下他们。哈哈，但是我们两个头在发光，对，我们两个头超亮。有人说 Henry 的裤子太短，要把你这，这已经算长了，我告诉你。把你这，把你这，但是怎么看到我裤子的？你们很潮，很厉害，我们哪潮啊？我们不潮。房子真的潮的。那我们来开个安静的直播好不好？安静的直播。原来你是对，原来开直播要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对他们喜欢我们吵，就是要这样子，对，不是要安静的，安静的，对，他们喜欢我们吵，要这样开直播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对，我们之间太吵了，对，就算了，对，对，他要安静一点，他刚送了药给我们，让我们吃药。他又送药给我们，这么多人来吃药，叫我们，他们都叫，他就说我们先。说送药，来送药，喂，不是，别给，要我们安静还是要我们大声？啊，确定一下。对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啊，我在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东西，我今天啊收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是什么东西呢？哎，兴奋。是什么？这个是我怎么知道？你都没给我看。这个是我有吓到，这是高科技。高科技，你知道高科技是什么吗？火箭、机器人。宇宙飞船错，是一张卡。哇，我们是高科技，这不是我吗？我这是我哎。对，他们这样看得到吗？要不要拿？你去拿给他看一下。不痛吗？不痛，看到吗？角度对吗？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卡真的卡住了。我们卡住了。哦，对，可以。哦，刚可以。OK。对，好，大家啊，看到这张卡呢？就是我们的 VB 新科技，对，就是可以进我们家的门卡。对，然后这个科技呢，请你们介绍一下。啊，这个科技呢，就是我们以后会有一个 app， 然后就是你只要刷了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AR 版本。对，你在哪里都可以看我们。对，你在你家，你在森林里面，你在瀑布，就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都可以看到我们。对，对。哎，但是 Henry， 我想问你啊，你想问我什么呢？这张卡怎么样得呢？这张卡的获得的方式啊，它有点特别。这个特别之处需要特别的人去想，想的时候要用给特别的你。所以呢，这个怎么得呢？就需要靠你们用聪明的小脑袋瓜去想一想，怎么可以获得这个卡片呢？然后我也非常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卡片在你们手上可以看得见，因为它这个非常的特别。你这个告诉他怎么？特别的人可以用特别的脑子想特别的事情。到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了。对，okay, 你再给他们看一下，你好好给他们看一下，那他们都知道在哪里得到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今天为什么只有我们四个人是有理由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你今天只有我们四个人，就是因为我们只是跟你们讲有这个东西，但是要怎么得到呢？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。所以你们就多多期待明天吧。对，然后呢？对，这不行了，反面不行了，这是有高科技啊，反面不行了，对，反面是高科技啊，反面是我们的，对，然后呢？对，然后呢？这张卡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张卡是非常有意义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你说，这是我们威神 V 第一张高级的卡，
一下高级的，是，不好意思，我应该怎么说？这是我房间门卡，这是，这是一张很有历史，就是微微历史的卡。对，历史性这还没出来呢，这还没出来，这哪来历史啊？以后你有拥有的话，啊，收藏价值，对，收藏价值，对，你有这张卡呢，就是代表，哦，对 ，VV， 而且以后这张卡你还可以给你们的子孙看，我跟你讲，传家之宝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传家之宝啊，这个，对，这个你到时候以后你就跟你们孙子说，哇，我那个时候孙子就是是是，但是太久了吧？对啊，就说哇，我们以前的，这是我们追的星啊，你看，这就是2020年最厉害的男人。哎，但是真的，说实话，这个卡真的是做的挺好的，我也挺喜欢，啊，很有质量。他对他首先，我先来，他是啊。它这个质感呢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特别就是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有这样的 detail， 对，尖尖的这 detail 是什么？啊，细节，这样的细节，就跟票一样，哇，跟 ticket 一样，对。好，所以啊，这是哎，我不再说了，就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啊，值得拥有啊。对，更多细节不再说了，算了，不说了啊，就这样。还是就是。主要今天主要还是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个天，太久我们四个人很久没有一直在一起跟大家聊天，我们真的是聊一下吧，哎，真的是。其实你，我觉得你可能要这样的。我看不见那个。希望哦，但这个算得太快了。Oh my god！ 哎，对对对，我们最近有没有有趣的事情？最近没有有趣的事情。就昨天没有说过的。好，哎，我想一下，分享一些我们平时的事。其实我们在一起一直都挺有趣的，只是我现在想不到一个特别有趣。只是没有，其实我们真的很有趣，但是呢，我们习惯了太有趣，所以就有时候有趣就变得没趣，你懂吗？对，就是，但其实就是很趣，很有趣。可能别人会觉得就是啊，就是会有很有趣，但是我们已经就是习惯，对，这是日常了。对啊，对了，昨天我做错一件事情。对不起，旭熙，我买错雪糕给他了。你哎，你连旭熙吃什么雪糕最喜欢都不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不是这样子买了之前，然后不是关我们三个在一起吗？我们先回去嘛。对，然后我们就说，他说他去买东西，对，和 Ten， 然后去买东西嘛。然后他在那个电梯关门的时候，我就说。帮我买一个雪糕，然后他说要什么味儿？那个时候已经快关的时候，我就说 strawberry 草莓。然后我听成是 I'm sorry， I'm sorry， I'm sorry， 关门了，在那个门对电梯门这样子，对 ，strawberry， 看、okay, 什么味道啊？然后我怎么知道这样一个大男人喜欢吃草莓？等一下 ，I'm sorry， 喂，草莓也喜欢吃啊？喜欢的是草莓味，男生就不可以吃吗？对呀、啊。对啊对啊可以吃，但是我以为你喜欢吃巧克力那些东西嘛，什么什么瓦拉拿那些，瓦拉拿是吧？瓦拉拿，我干的，我们粤语的说法，瓦拉拿，啊，瓦拉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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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肖师傅啊？肖师傅啊？王师傅，王师傅，王师傅头大呀！哎，就瓦拉拿，这我给你们记得。就是、所以现在冰箱有两个空雪糕没有吃完。哈？不是，我昨天吃了，我昨天还是吃了，吃了那个巧克力。对，还有一个。就是我的口味是，我对甜品啊，其实有一点点就是，就是要求，是什么要求呢？就是我不可以太甜，但是呢，也要甜，就是有那个，你们那个最好就是就是很难形容。最好是就越难形容的甜，就是来解释一下，不能太甜，也不能太不甜，就要刚刚好甜。对对，就是如果太甜的话，你要喝水或者什么的话，就会影响这个就是那个甜品的那个质感。哦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其实是非常对，其实是非常，如果会吃的大家都应该会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啊、就是比如你吃一个很好吃的巧克力，但是这个巧克力呢是太甜，那你要喝水。那你也知道，你一喝水，如果你喝冷水的话，把那个巧克力那个质感就会变，突然就变硬嘛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巧克力千万不要
喝配水冷水喝热水是可以，喝冷水是不可以的。这个故事的宗旨就是到大家吃巧克力的时候不能喝水，是不是，就是不可以喝冷的东西。你们不知道吗？我还真不知道。讲到吃，你大家你们等一下就去便利店，就是买一个巧克力，吃了之后你是在喝冷水，那个就不变得，它突然间硬掉，你们我的意思吗？笑什么啊？你们笑什么？你在笑什么？洋洋你在笑什么？洋洋，你们你先笑的，洋洋先笑的，对我先笑的，我很认真的说你们在说什么。哦，但你讲到吃了，我现在超级饿，真的。对对对。啊，然后就，对，就今天啊，最主要就是分享这个巧克力怎么吃的方法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回家试一下，认证一下旭旭说的是不是对的。对，然后今天就是啊，就是在这里这个。这个直播下面就是留言，就是说啊原来巧克力是真的是这样子。对，我们开设了一个话题，对，非常好。对 ，#巧克力配冷水，再一次再讲一次 #巧克力配冷水 ，OK， 记得啊，巧克力配冷水。对，然后记得打 Lucas， 对啊，因为是他直接打卫生咪，对啊，打卫生咪，然后我们全部人就一起看了。对对，如果反应好的话，我们就在你们面前表演。啊，就是巧克力喝水，巧克力喝零水，然后我们就表情。如果反应好啊，就是要多好，你们超过，我想一下，超过十万个，十万，我们的粉丝的力量很厉害的，不要太，这样太轻了，50万，如果占了，如果超过有50万，我们就啊在大家面前就是吃巧克力喝冷水，嗯。好，谢谢，然后今天就到这里。对，我们去吃饭喽。好，对我们差不多了。记得#巧克力配冷水，拜。然后星期天见哦，我们。